好了，我们到了我们住的地方了，然后他这里要输入一个号码才可以进去。我们住的地方在第二区，那在巴黎这边呢有20个行政区，要怎么样分呢？其实就是从第一个行政区呢，像个瓜牛的形状一样，逆时针这样子慢慢转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这样子。那我们住的这区算是很热闹的一区，就是离市中心景点就是走路就可以到。对，所以我们才选这边。然后我们在这边，我记得一个晚上是5000多块钱。然后在巴黎这边啊，看地址，如果说你要看地址，然后去区分说是在哪一区的话呢，其实看它邮递区要它。前面的是75，然后000，那001呢就是第一区，002就是第二区，003第三区，所以你这样一看就知道你在哪一区。好，对，哇，好冷哦，0度。啊，真的？对啊。巴黎馆都是历史的房子。对啊，每一栋都是历史。对。它的电梯门是这样子用，打开。上到了二楼之后呢，我们定的就是这个。If we can leave our little luggage here, yeah, okay. I think I should find a restaurant first. I'm so hungry. We have lunch. Oh.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大楼的里面的二楼，然后我们就会接收到 Booking.com 上面的 message， 上面给我们一组 code， 就是那个进入门的 code 这样子。他就跟我们说我们是哪一间房间。层层关卡进来，然后这边有看应该有7、8间吧，嗯，然后它外面这边呢就是有一区类似交易厅的地方，很酷。然后很棒的是它这边还有提供咖啡跟水可以给我们。然后它这边 check in 时间是3点，那我们现在是12点，赶快去等一下去休息一下，看一下我们住的地方。哇，一个小小的房间。嗯，这不愧是巴黎市区啊，不是，你看。第二区住的地方就是这样，小小一间，叫5000多块。你看它这里还有提供这个饼干，感觉就很好吃。然后有胶囊咖啡机，对，挂衣服的这个也很窄，只能这样子挂进去。然后厕所，因为他刚刚说还没有到入住时间，所以他还没打扫完成。嗯，所以我已经觉得也很干净了。好，我现在梳洗一下。对啊，然后这个是。洗澡的地方，你看太阳哎，外面出太阳，赶快呀，整理一下，我们赶快出去。好，哇，很闷冷。看我们的旁边的花花，住的楼下就在这样卖花，还有圣诞树，你看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吃中餐，对。然后我们都把东西这样放在我们的外套里面，对。那也是，因为只要听到来巴黎就是小心你。不管每一个人，我们在飞机上遇到的法国的台湾人，住在法国的台湾人，或者是刚刚我们在饭店遇到那个打扫的，他也跟我们说要小心、啊、，be careful。其实我们在国外，我们都是这样把包包放在里面，然后会有个外套穿在外面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刚刚住的那间饭店、啊、是在二楼，可是我们刚下了一层楼，发现哎、欸、是一楼，然后再下了一层楼才是0楼，就是出口的门口那边。刚我们是。就是在我们的司机跟我们说，他们这里的一楼就是0楼、嗯，然后到了第二层楼就是1楼。然后刚才在我们过来，司机他有跟我们说，在巴黎这边，它天花板上面都不会有那些电线杆啊、电线啊那些东西，对，就不会有那个臭臭的样子。对。然后他说，政府还规定他们的阳台不能放任何除了花以外的东西。真的，对。难怪这里的市容就是这么漂亮。我们现在呢，在去吃中餐之前，我们要先去一间百年的甜点店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做法国功课的时候，真的就是随便点一间餐厅，然后随便都是4000多折、5000多折评分，然后全部都是4.5颗星以上那种，真的超夸张。每一个甜点都是夸张，不止甜点，所有餐厅都是。你看，每随便一间店就很好吃的样子，然后就排队。让我去看一下。哇，你看那烤鸡店很好吃耶。到了，就是这间。这间 Stoffer 呢，它是法国的第一间甜点店，然后是在1730年开始。然后老板是个波兰人，听我说话、啊。他的创办人是一个波兰人，然后他是法国第一间甜点店。对，想象得到的甜点呢，这里几乎都有卖。听说这间店是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来到这边，他都要来这边刻意停留半小时。好，那这间他只能外带，不能内用。
哇，连包装都好精致的感觉。对，包装都很精致。嗯，我就一颗闪电泡芙，然后就用一个纸盒装。哎呦，哎呦，对啊，哎呦，哎呦是什么？哎呦，就是没要分我的感觉了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一半给你、啊。哦，我连手摸的它都碎掉了。都吃完了。哦，知道。来给你吃，就多少钱？2块吗？好像是啊，我们这样子7块钱嘛，对。嗯。哎、欸，好吃哎、欸嗯，不会太甜。嗯。然后外面酥酥的，然后里面酱香香的。闪电泡芙。这是我的。好美哦。这是我点的。等一下啦，来拍个照好了。哦。哦。哇，里面外面都有。嗯，好丰盛的感觉啊！巧克力的口感好浓郁哦，我喜欢。嗯，很扎实的感觉。嗯，很好吃。哇。难怪人家说来这里就要吃。你先前面有那个不问，好美哦。我觉得我要把你抓好，我觉得你可能会失控哦。哎呦，小心啊！这很好吃。鹅啊，就是这间啊，就是这间鹅。这间呢，就是我们今天中午要来吃的这间餐厅。这间餐厅是我朋友跟我说。来到这边就是一定要吃这一件，他们来觉得最好吃的一件。那这边来就是像是鹅肝酱啊，或者是鸭胸类的很有名的一间餐厅。然后它这边的菜单呢、啊，就是有些鸭肝、松露饺，还有煎鸭胸。然后旁边桌的那个看起来很好吃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等一下问他。哦，这边也可以吃瓜牛。我们的餐点来了，餐点就是鹅肝饺子，来这边避邪。对，我们看网络上有人推荐这个，然后这个很特别的是，我们看我们隔壁桌那一桌，他们两个人都点这个，他们是当地人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一定要点一个当地人会点的东西。这感觉配那个面包感觉就很不错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杯红酒。Yeah, 然后它的副餐有这个 mash potato 跟这个面包。哦，你看这个鹅肝酱。鹅肝酱，好吃。我鹅肝酱的味道很浓郁，可是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个鹅肝味道啊。嗯，我爱吃这面包沾着牛肉汤，超级好吃，感觉也可以沾你这个饺子一下。对，嗯。真的好好吃，真好吃，还是饿到了，也是有可能。来吃一看这个牛肉，哇哦，很大块耶，哎、嗯，很嫩，一锅就开了。嗯，很好吃，很嫩的。我看你是不是快流口水，我要吃。好嫩，你刚刚没有吃吗？还没。嗯，还没。这一道我觉得非常棒，非常好吃。对，配面包或是配这个马铃薯都非常好吃。嗯，现在吃饱了，我们现在要去逛一下街。该那个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吃耶。如果害怕鹅肝腥味的人可能会不喜欢。然后我们现在才中午1点多，哎，我们两个人都喝得脸红红。真的很棒。我们刚才吃这样子50几块，其实56，也是蛮贵的哈。对，可是我们吃了两个主食，哎，所以还好吧。对啊。巴黎的新地标是什么？皮诺私人美术馆。这就是一个叫做皮诺的有钱人呢，花了40亿，然后开设了一个私人的美术收藏的馆，然后就放了他里面的他的收藏品，对，有艺术品，有画作这样子。这个美术馆啊，本来是19世纪的证交所，然后他后来请了安藤忠雄来这边做了一些清水布置。那现在这里面呢，就是有展览馆、有艺文中心、有餐厅。那这里呢，平常是需要门票的，门票是14欧元。那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的下午5点过后是免费的。但要提前预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这间是在塞纳河旁边，也是在罗浮宫旁边的这间塞玛丽丹百货公司。对对。然后它旧的应该是哪一栋？这一栋应该是新的。这个百货公司呢，它曾经因为违约的问题，然后被关闭。然后后来呢，有一个精品业龙头花了7.5亿欧元。做重整，后来呢才在2021年重新开幕。就是这个，你看波浪这一栋大楼，这里也是最近的新的打卡点，然后也是周杰伦新的 MV 也是在这边拍。
在两点多，我怎么这么爱困呢？那个人还有体力在逛街。现在在这地方呢，塞纳河的右岸，然后艺术桥在那边。然后塞纳河它的左岸跟右岸的分别啊，就是看它的河流的流向。然后它的河流的流向的左边呢，就是左岸；河流流向的右边就是右岸。然后它这个是从东边往西边流的一个河流。对，那那个艺术桥呢，以前呢就是有绑很多的爱情锁在那边的。然后有一年，它就是因为那个锁太多了，对，所以桥就垮掉了。就后来就拆掉了。对。我选的时候来的时候还是有爱情。对，哎、欸，看到巴黎铁塔了，终于来了这么久，终于看到了。对啊，很漂亮。现在是走进前面那个门就是了。它就会有一个光之盒，就可以让你拍照。到这边大家都在拍照。对，这个罗浮宫呢，过去是法国王宫，然后现在就是博物馆。这边最有名的就是蒙娜丽莎、胜利女神，然后米洛纳维斯，其实三个样子是罗浮宫的镇馆之宝。对，哇，好美。但我觉得最常看到的就是这镜子。对，大家就在这边拍这个。Там, где же все дали, и мы будем...